36岁重新出发，你要出发去哪儿啊？这书里写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曼婷，我觉得在家里边，男主外女主内，咱俩是不是说好了？对啊。那为什么你就不能多理解我一点呢？我怎么不理解你了？我很配合你了呀。你配合我什么了？你气什么呀？今天也没怎么迟到，不就10分钟吗？我看人家也没怎么着。不照了吗？出门的时候就照，回来还照，你照什么？我出门照化妆不是为了给你撑面子吗？我好看点。那你觉得我今天有面子了吗？你觉得我今天有面子了吗？顾曼婷，你以为我是谁呀？啊？你觉得我有资格迟到吗？哎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。不是我生气，曼婷，不会有下次了。下次？你刚才说下次是吗？你认为我还有下次机会吗？你听见今天我一进门的时候，杜总跟我说什么了吧？你看见他那副嘴脸了吧？我为什么每天陪他们吃饭、陪他们玩、陪他们喝酒，我还得陪他们笑？为什么？就因为我想多签几个单子，我想多赚点钱，换个更大的房子，让你过更好的生活。老公，我挺知足的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子过得特别的好。我不满足，曼婷，我不满足。你看看他们，他们都是过的什么样的日子？我不行吗？我可以呀。不要，我现在觉得挺好的，你对我真的很好了。你说我对你好是吧？36岁重新出发，你要出发去哪儿啊？这书里写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曼婷，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，你总看她干什么？她应该向你学习。一女的40多岁了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，她有什么可骄傲的？还出书？徐浩，你别拿生孩子的事情说我。好，我们不说孩子，好，没问题。马术、咖啡培训、红酒培训、高尔夫，我给你报了这么多班，你一个都不去，为什么？不感兴趣啊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就在家待着，躺着，不求上进。我怎么不求上进了？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就这样，你怎么现在嫌弃我了是吧？我没有嫌弃你，就是嫌我没事干是吧？我不只是希望你的生活能充实一点，去学学这些不好。我不感兴趣，我都说了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你告诉我，我给你安排啊。插花、瑜伽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只要你说一个，我马上给你办。我说了没兴趣，那怎么没完没了的呀？你就对穿白楼感兴趣是吗？